救援队。小军，商店被贼偷了。被贼偷了？不知道是谁偷走了我的轮胎。什么？把我的店铺前面弄得乱七八糟的，要是被我逮到了，绝饶不了他。哼，别生气了，威勒先生，您还是先详细的讲一讲您凌晨目击的事情吧。是这么回事啊，大清早的时候，我打开店铺的门，黑暗中却发现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动。嗯，刚开始我还挺害怕的，鼓起勇气走过去一看，没想到他却慌忙逃跑了。犯人长什么样您还记得吗？这个我可没在意。那么这几天有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，或是遇到过可疑的人呢？嗯，让我想想。请看这里，轮胎留下的痕迹有很多汽油，小偷应该是辆烧汽油的车吧。烧汽油的？这么说来，有了，小偷是马斯提那个家伙。但是马斯提爷爷的轮胎花纹和这里留下的轮胎印不一样。那是凯普吗？波斯提，凯普不是汽油车。那会不会是斯普奇呢？哎呀呀，你们怎么能够怀疑朋友呢？又没有任何证据。我看镇上的每个人都很可疑。大家都很可疑。哼。哎呀，总之我会继续调查的。结果怎么样，小娟？单凭轮胎痕迹很难判断出谁是小偷。布鲁姆斯镇上使用这种轮胎的车至少有100多辆呢。没想到这么复杂。布鲁姆斯镇竟然有小偷，真让人伤心啊。实际上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可不只是小偷。还有什么？现在镇上的人们都开始互相猜疑了。照片里就没发现什么证据之类的吗？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拍的。啊？那是。谢谢海莉。果然是斯普奇的。我的宝贝呢？宝贝啊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在哪里呀？抓小偷！抓小偷！斯普奇！怎么会这样？斯普奇，原来是你偷了轮胎吗？抓住斯普奇！不是的，我不是小偷啊。真抱歉，我要是早点发现线索的话就好了。是我的宝贝。斯普奇，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。别过来，帕利，不然的话连你也会被吸住的。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我也不清楚，昨天我被闪电打了，然后就成现在这样子了。啊，现在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威勒先生，小偷不是斯普奇，而是闪电。什么？大家一定都还记得昨天晚上打雷了吧？斯普奇因为被雷击到而具有了磁性，带磁性的他到了店铺前面时就把轮胎吸到身上了。走开，走开，快走。所以说以后可不能再随便怀疑朋友了。既然现在误会解开了，那就把轮胎还给我吧。我也想还给您，但是被吸住了拿不下来。还真是这样啊。没有什么办法吗，波利？你们不用担心，去救援中心就会有办法的。将雷电留在你身上的电流吸走就能解决问题了，交给我吧。要开始喽。差点把我压死了。谢谢你们，以后有雷电的天气我一定不会再出门了。我就说嘛，在我们布鲁姆斯小镇不可能会有小偷的。
了。嗯，变快了好多啊！过奖。这次是我先走了。哦，一起走 ，Polly。你们好，三胞胎。你们好。你好，马林。你们好啊。最近过得好吗？非常好啊。你们来码头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们今天是来检修报警电话的。原来如此，那快去吧。等回来，我给你们讲讲会唱歌的海豚。会唱歌的海豚，好期待哦！糟了，要迟到了。娇娇生气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他5点钟就要离岗了，所以你一定别迟到啊！这样下去，马林要走了，不可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可是你！救命啊！声音，救命啊！马里尼掉进水里了，快救救他！罗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快点救救他！桥还没有放下来呢，已经没有时间等吊桥放下来了，必须马上过河。哎，波利，趁着天还没有黑，我们回家吧 ，Polly。啊，你回去的时候可别又直接跳过那座吊桥了，那么做真的很危险。当时我敢跳，是因为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我的心里很清楚，不管出什么事，你都会救我的。什么？安巴，早上好。嗨，早，两位。我们正找你呢，可不可以帮忙整理一下训练场呢？因为我们要去镇上巡逻。哦，知道了。那就辛苦你了。好了。被弄得乱七八糟了，对不起，我的螺旋桨又出了点问题，又好了，你继续忙。海丽，你弄成这样，难道不帮忙收拾一下吗？对不起，我太忙了。我再也不收拾了。小娟啊，安巴。我好不容易才把这打扫完，你这么快就又给弄脏了。这个，你们总是弄得乱七八糟的，然后再让我收拾烂摊子，
对不起，安巴。太过分了。安巴。安巴。我回来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听小娟说了关于打扫的事。你很生我们的气，对吗？那个，安巴，你在这儿啊？你不知道我们多担心你。修理所我已经收拾好了。真的吗？其实，我们也正在打扫训练场呢。虽然还没有打扫完呢。你们也真是的。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什么事，小娟？克里尼正在以超快的速度在镇上飞奔。克里尼吗？听说他使用了出故障的充电器，看来是电量充得太多引发的失控，情况很紧急，请大家立刻出发。是，小娟。海丽守着，注意不要让克里尼离开广场。我跟罗伊，我们两个去截住他。知道了。罗伊，你负责右边。抓住了！抓住了！靠力气阻止不了克里尼的，他的电量太足了。我们能做到的。就是在它的电量耗尽之前，避免造成更大损害。别着急，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克里尼没事的，那就好。布鲁姆斯镇的居民请注意，救援中心发布能源警报，在能源供应恢复正常之前，请大家尽量节约用电，携手度过能源危机。什么？不能充电了？是的，波斯提。出什么事了？该给波斯提充电了，可是充电站的能源已经全部用完了。怎么办呀？我还有好多信等着要送呢。如果今天不能送到的话，会出大事的。这些电量足够你做完剩下的工作了。太谢谢你了，安巴。多亏了你，我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了。谢谢你。慢走，波斯提。安巴，你能撑住吗？我不会有事的。怎么会停了呢？
报说西部会刮来大风，通过风力的发电机，我们就可以临时解决电力的问题了。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，小娟？看来总部的应急电力也用完了。糟糕，好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，风力无法识别风向。那么就算风来了，不也没有用了吗？那怎么办？这可是唯一的希望了。还不能放弃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去看看有没有转动发电机的办法。是啊，也许我们还有希望，至少要试一试。好吧，不过大家要抓紧时间，马上就要起风了。是，小娟。好像没电了，我感觉现在已经走不动了。你说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把电量分了一些给波斯提。别管我了，你们快去吧。你确定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事，马上就要起风了，再不抓紧就要错过机会了。好办吧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接你的，就在这里等着我们。我会的。稍微小点声好吗？都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了。不行，波斯提的声音太大了，我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。明明是你的声音更大。你说什么？别吵了，第一次合唱这也是难免的。大家知道合唱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最重要的是和谐。和谐？彼此各不相同的声音融合在一起，才能创造出优美的旋律。融合在一起，多练习几次一定就明白了。斯普奇，等等。怎么了，安巴？因为你老是乱敲，节奏都乱掉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有意思啊。嘿嘿，你一个人弄得大家全都乱套了，看来大鼓还是让我敲比较好。什么？大鼓是我的。你们两个赶紧和好，一起回到合唱团吧。要我回去，除非波斯提先道歉。凭什么？是你先大声唱的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和斯库比这样的歌手一起唱歌，我回去了。波斯提，我还不想和你唱呢。别走啊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安爸，怎么样了？小娟，看来我们得取消演出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斯库比和波斯提还没有和好，再加上凯普和斯普奇争抢着要敲大鼓，把舞台给毁了。什么？虽然很不好意思，但是还是想让你替我跟大家说一声，演出取消吧，对不起。安巴，我和罗伊去重新整理一下舞台，小娟和海莉，你们两个负责说服大家。好。
那我们就赶紧行动。真的很尽力了，虽然很累，但是练习时也很快乐。啊，安巴，请你马上回到演出场地。什么事啊 ，Polly？ 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好，知道了。让你受累了，对不起。我们再也不会因为大鼓而吵架了。嗯，一起加油吧！加油啊！谢谢大家。朋友，米妮鲁迪本，你是我朋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哇蹦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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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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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莉，你们在这里干嘛呢？刚刚小娟说要给我们看看她的划时代新发明。新发明？闪亮登场！怎么样？那是什么？心惊肉跳独轮车。可是看上去不太安全啊。小娟，快下来。会摔伤的，小心点儿。放心吧，不会摔的。小娟，还是快点下来吧，这太危险了。都说没事了。小娟，你没事吧？疼死我了。怎么熬过这一个月呢？所以说嘛，叫你下来的时候就应该下来嘛。谁知道会伤成这个样子啊？要是先练习练习的话，就算你练习了，表演单车特技也是很危险的。是啊，小娟，罗伊说的没错，表演杂技是需要专业训练的。幸好伤的不算太重，腿上的伤养好之前一定要小心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可惜了我的单车。话说回来，最近杂技可真是受欢迎啊。怎么这么说？刚才斯普奇也说要模仿杂技来着，我还要他小心呢。下次你把我的事情告诉斯普奇，他肯定再也不会模仿杂技了。小娟，好无聊呀。这里是救援队。小娟，斯普奇出事了。什么？快跟我说说具体情况。紧急呼叫，紧急呼叫，斯普奇被困在 Z12 工地的屋顶上下不来了，请大家立刻赶往事故现场。是，小娟。
小娟，还要等多久啊？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嘛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早上好啊。啊，波利，一大早你们两个在忙什么呢？我在给海莉做新眼镜呢，加强了眼镜的红外线功能。哇，好棒啊，做好了以后给我看看。现在我要去镇上巡逻了。辛苦了，波利。就是说你们想在马斯提爷爷生日的时候送他一副老花镜？嗯，你看明天能做好吗？没问题，只是海莉要再多等等了，可以吗？海莉，当然，为了米妮的礼物我等多久都行。真的吗？谢谢哥哥。不客气。我也可以帮小娟姐姐做点什么吗？你也想帮忙制作爷爷的礼物是吗？是的。好吧，米妮，那我们开始吧。谢谢。米妮，帮我把这些东西搬到那边去吧。啊，算了，还是放在这边吧。好的，请尽管吩咐。小娟，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。嘘，他现在在做很重要的步骤。嘘，嗯，嘘。哎，好了，看我的手艺如何。哇，好棒啊！我好喜欢这个礼物啊。来，米妮，爷爷也能满意就好了。是啊，谢谢大家。马斯提爷爷现在应该收到米妮送的礼物了吧？嗯，我猜他肯定高兴得不得了。辛苦了，小娟。没什么，要不是海莉先人后己，我还没时间做呢。明天一定要给海莉做好新的眼镜。哦，哦，啊！马斯提爷爷，祝您生日快乐！哦，谢谢，小娟，我家米妮在你那里吗？哦，他白天就回家了。是吗？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？什么？米妮现在还没有回去吗？米妮，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您别担心，爷爷，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。哎，可以用了。这是打开电脑的电源键。嗯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哎，然后呢，把箭头对准这里，连续按两下，就可以视频通话了。我想明白了吗？啊，按这个按钮就开机了，点击这里就可以视频通话了。学得真快，要不现在就跟贝蒂通个电话吧。说得对，可是。他那里现在是深夜，应该睡着了，晚点再打吧。那把电脑关掉吧。关电脑的时候要将箭头对准关机的图标，按一下就行了。维勒先生，您试试看。就是说关机的时候将箭头对准这里，很容易嘛。不过呢，有一点您一定要记住，因为这台电脑是外国制造的，所以插头一定要插在变压器上才能安全的使用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好复杂呀。如果您忘记怎么使用它了，请随时联系我。你不用再担心了，我都已经记住了，谢了。威勒先生有电脑了吗？是啊，说是贝蒂想和爷爷视频通话了。我刚才已经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使用电脑了。电脑对初学者应该不容易，他没觉得难吗？嗯，一想到能和贝蒂视频通话，他学得可用心了。那他们通上话了吗？嗯，还没有呢。他说因为有时差，所以要等到晚上再通话。威勒先生现在应该是在视频通话吧？嗯，上次见到贝蒂还是小时候呢，他一定很开心吧？啊？
你好，这里是救援队。哦，威勒先生，跟贝蒂视频通话开心吗？小娟呐、啊，不好了，我们店里着火了！着火了？全都怪我插错了插座，引起了火灾。威勒先生，店里很危险，您先到外面去，救援队马上就会赶到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怎么样？哇，威勒先生好帅啊！来，我们拍照吧。茄子，茄子，嘿嘿，很好。嗯，再来个帅气的姿势，真不错。他简直像个时装模特。可不是嘛。好了，可以了，照片拍得真漂亮啊！确实是很漂亮，谢谢你了。嘿嘿，多亏了模特好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寄给贝蒂就可以了。能不能让贝蒂快点收到照片呢？哦 ，Polly， 要不然交给马林吧。马林说他今天要起航去大洋彼岸呢。对呀、这样贝蒂很快就能收到了。好吧，去找马林吧。放好了。马林，拜托你了，请务必帮我转交给贝蒂。放心吧，威勒先生，回来时我会带上贝蒂的口信的。那么我该起航喽。谢谢你啊，走好，马林。亲爱的贝蒂。爷爷好想你啊，有时间来布鲁姆斯镇玩吧，这里有很棒的救援队的朋友等着你呢。爷爷爱你。地图、指南针、提灯、绳子、对讲机，准备齐了，真完美。明天孩子们肯定会蜂拥而至的，晚上睡不着觉啦。1、2、3，就你们几个吗？是啊。怎么会？这个提姆和汤姆说要看电视，赛姆和约翰、修恩、艾丽他们说要玩电脑游戏。我本来也想玩游戏来着，但是电脑坏了。什么？这活动可要比电脑游戏更有趣多了。比不上电脑游戏也无所谓了，只要别让我们太无聊就行。别担心，肯定让你们不舍得回来。安妮、玛丽还有安迪，让我们出发吧。好。小娟，不用再确认一遍，看看有没有漏掉什么吗？别担心，都准备齐了，我们走啦！玩得开心，小娟。好了，出发喽！哇！一路平安。啊，到目的地了。啊！斯库比，那你5点再来接我们吧。知道了，那一会儿见。祝你们玩得开心！再见，斯库比。好，让我们现在开始森林旅行吧。好。树林的路不好走，还有凶恶的动物，也会有带毒的昆虫哦，要注意哦。好。太神奇了！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？我们先去那里躲躲雨怎么样？好。
暂时不会停了。这样下去，水涨上来就会把桥淹没了的。我看最好还是呼叫一下救援队吧。出故障了，姐姐，是不是刚才过河的时候摔坏的呀？啊，不是，别担心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待一会儿吧，等雨停了再走。好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哇，不错嘛，唱得很棒，玛丽。小娟，我们来了。别害怕，安迪，我们一定会保证你平安无事的。就当做荡秋千好了。对呀，我刚才觉得可好玩了，一点儿也不可怕。我来了！表现很棒，安迪。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我应该提前仔细查询一下天气预报的。我真不配当一名救援队队员。才不是呢，有了你的带领，大家才会平安无事啊。对啊，出了状况也没有慌张，等待我们来救援，也没有冒险去趟涨水的河，还沿途做了标记。只有你这样优秀的救援队员才能做到这些。没错，姐姐，而且这次真的很有意思，比玩电脑游戏要好玩多了。对呀，我们下次还要来。到时候带着其他人一起来吧。